么是我啊？为什么是我啊？你想欺负我？同学他们会这样对你，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妥瑞症。现在这孩子最需要的是大家的耐心、包容和理解。一如，你要不要好起来？我们等你一起去玩。祝一如早日跟他们并没有不一样，你值得拥有一切的美好。